掀开经本第四十七面第四行，四十七面第四行，又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这一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西方世界那边人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佛寿无量，即其人民寿命跟佛一样啊，也是无量无边，所以叫做阿弥陀。我们看注解，心性照而常寂，故为寿命。今摄证心性无量之体，故寿命无量也。这一段是从理论上给我们说明那一边的佛跟人民呢，为什么会有无量寿？啊，道理在什么地方？这给我们说出来了，也说得非常明白。这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那个见的意思就是此地讲正的意思。那么正有分正啊，所以见的未必圆满的见。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圆教初住菩萨了就见性了，也就是正心性了，也就正了，但是他没有究竟，没有圆满啊，才正的一分二分呢。那么佛常常用夜晚的月亮做比喻啊，你看我们看到初二初三的月亮啊，这个月牙啊，到十五啊它才圆满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明菩萨见性是一分一分见的，不是一下就见到圆满的。那么正果跟见性呢是一个意思啊，正果就是见心，见心呢就是正果。可是阿弥陀佛了，他是彻证，这个彻是彻底，就是究竟圆满的证，那寿命当然无量了啊。实在上讲呢，就是分证呢也是无量寿了，何况究竟圆满呢？那么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了，我们才会相信呢。啊，为什么那个世界上人人都是无量寿啊？这我们相信了。那么佛确证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凡夫去往生，尤其是卧道众生去往生的，这个可以说他这个业
几乎一分都没有消啊，通通带过去，怎么能证呢？啊，怎么能证这个心性之体呢？这个问题，我们在三经里面也明白事实的状况，就是他那个世界缘太殊胜啊，缘太殊胜。换一句话说，完全没有恶缘，没有障碍。每一天你所接触到的是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天天在一起，跟观音世智这些诸上善人，这个上善就是指等觉菩萨啊，每一天跟他们在一起，受他们的熏陶，所以经上告诉我们呢，纵然待业下下品僧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那这个里头我们特别注意那个圆呢，圆证跟这个地方的确证呢，意思就很接近啊，圆是圆满嘛，所以圆证三不退跟此地彻证心性无量之体啊，就很接近很相似啊。那么这是阿弥陀佛无量功德的加持，所以叫一切人民跟佛的受量也一样，也相同，都是无量寿。所以这一段是给我们对于无量寿命的奠定了真正的信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下面的解释。化身寿命无始无终，化身是讲心性的本体啊，当然是无量无边之体啊，所以就化身来讲实在说不上寿命啊，无始无终啊。报身寿命有始无终，此一佛佛道同啊，皆可名无量寿啊。所以我们称无量寿佛，那任何一尊佛都有无量寿的意思，都可以称为无量寿。那用梵语来讲呢，就是阿弥陀佛啊。每一尊佛成了佛了，都可以称他做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任何佛都是无量寿。说应身随愿随机，言出不等啊，实在说我们今天这个观念当中讲寿命啊，也特别注意这桩事情，实在是讲的应化身
讲的这个应身佛。应身佛的寿命呢是随愿，他在因地当中啊所发的愿，以及随机啊，就是度化众生的机缘，那么他的寿命长短就不一样了啊，就不等了。法藏愿王又佛借人寿命借无量之愿，今古臣如愿别名无量寿也。那么由此可知，就从佛的愿力上来说，他在因地上发的愿呢，跟其他诸佛不相同。他发愿，将来他成佛之后，他的国土，他国土里面的人民，通通都是无量寿。那么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啊，这发藏比丘是他的因地，在因地里面呢发的愿不相同。现在他成佛了，在果报上果然也实现了啊，这个愿也实现了，这是无比的大愿。实实在在说，任何一个一尊佛在因地里面呢发这个愿，实在是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就是一般人在因地修行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我们想想，为什么想不到呢？啊，他为什么会想到呢？他是参观考察了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见到这个寿命有长短呢，修行有难易，见到这个事情他才发的这个愿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啊，所以这个愿在我们一般修行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很不容易起这么一个念头，哎，他生了这么个念头，果地上呢兑现了。下面给我们解释阿僧祇，阿僧祇无量啊，这个无边无量，借算数名。十有量之无量，在华严经上，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访根自在童子啊，这个根自在童子啊，大概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他是一个大科学家啊。我们在这个五十三个人当中啊，他是现在讲数学啊，他是数学是第一。那么他跟善财讲这个数字，连这个基本数字算起，这个基本就是过十百千万，从这个基本数字算起呢，一共算了有156个单位。这156个单位并不是我们现在用的实践法啊，
用的实境法容易，它不是的，它是背背相成。啊，你比如这个阿僧祇，是这156个数字单位的最后的十个大数。啊，最后十个大数啊，这是第一个。阿僧祇跟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的无量啊，叫一个无边。他这个地方只是颠倒了啊，这里是无量无边。那么这个就是背背相成，实在讲呢，这个数字是很大的数字。那么最后一个数字，这个大数啊，叫不可说不可说，啊，所以不可说不可说，还是数目字单位的名称。既然有了算的方法，数量再大了，还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说，实实在在讲，它是个有量的无量，啊，不过就是数字太大了。实在它是有量，并不是真正的无量。但是诸位要知道，这个有量的无量啊，是讲的应身，讲的应身，不是法身，不是报身，法身报身呢是真正的无量，那个不是有量的无量。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的应身，那我们晓得佛也在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将来这个化缘尽了的时候，他也入般涅槃，也入灭。他老人家一入涅槃呢，观世音菩萨借助就成佛，所以那个世界没有末法，不但没有末法了，这个正法相法都没有，阿弥陀佛上无入灭，下无观音菩萨就成佛了，那么观音菩萨将来成佛入灭了，大势至菩萨接着就成佛了，这个世界跟其他世界确实不一样，其他诸佛世界都有佛前佛后，像我们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之前呢，这是佛前；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了，这是佛之后。佛前佛后的时间很长，而有佛住世的时间很短。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只有80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那么底下一尊佛，就是弥勒佛，再降生到我们这个世界来，那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要经过56亿多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才降生。弥勒菩萨降生在这个世间，时间还是很短暂的，并不是很长的。十方世界大致情形跟我们娑婆世界差不多，所以从这一点来观察，西方世界就殊胜，佛永远常住在世间呢。那么虽然说的是有量的无量，这个数字太大了，在这么长的寿命之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一生圆满成佛，圆满成佛呢，
那就是真正的无量寿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成佛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退转，退转的时间呢退得太长了。啊，进进退退，进得少退得多啊，所以他成就啊这样困难，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么西方世界呢，人寿命长，又没有退缘，因此他那个进展就非常快速。啊，怎么晓得呢？这经上明明告诉我们了，这个世界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上善是等觉菩萨啊，像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弥勒菩萨一类的，那个人数啊数不清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些菩萨多久时间修成的呢？阿弥陀佛建造这个世界到今天才十劫。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些等觉菩萨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在十劫当中修成的。这一点我们要重视啊，不能轻易看过啊。啊，换一句话说，在我们这个地方要修成等觉，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到西方极乐世界十劫就成就了。你看这个时间缩短了多少？啊，那么这个地方人的寿命是无量无边，十劫那算什么呢？啊，譬如我们这个世间人寿百岁呀，他花多少时间可以成佛呢？十天就成功了。啊，就真的证到真正的无量了。这是任何一部经里面没有的，佛没有说的，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也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设方一切诸佛特别赞叹西方净土，劝勉我们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原因就在此地。然三身不依不依，应身一颗即是无量之无量矣。这一段话说得非常之好，打破了我们在感情上的执着。啊，那么他讲的完全是事实，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所报告的。啊，我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世界当中往生的人呢，都成了，都证得了等觉位。啊，证得等觉位呀，那就是真正的无量了。啊，就不是有量的无量了。这就说明我们到那边去虽然是有量的无量，但是不多久啊就能够证得真正的无量啊，无量之无量。
己者病也，人民只等觉一环，为佛受命并其人民受命皆无有量也。这特别给我们指出来，前面是说佛了，阿弥陀佛寿命无量，生到那边的人呢，每一个人寿命跟阿弥陀佛相同，这是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呢看到的，所以西方世界确确实实是平等世界。即使凡圣徒下下品往生，这个是造作极重的罪业。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叫他念佛了，圣念一念呢，也必定往生。这叫下下品的。生到西方世界，一切受用都跟阿弥陀佛相同。诸位仔细去读四十八愿，就清楚了，就明白了。所以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人民除佛之外都是人民。所以这里解释是指等觉一环，等觉菩萨以下的通通叫人民，这些人的寿命跟佛完全相同。当知光寿名号，借本众生建立，以生佛平等，能令持名者光明寿命同佛无异也。这个下面三段的开示是藕益大师的真知灼见，很不容易说出来的如果不是真正到这个境界，真实有这个见地，这个话是说不出来的。光明寿命，所有的一切名相术语都是为了教化众生而建立的，如果不是为教化众生，在真心本性里面无有一物哪有光明寿命？六祖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有光明寿命呢，就有了二物了不止一物了所以他是为了教化众生方便起见所以名可名非常名这是假名建立。那么虽然是个假名，名是以真实的理论、真正的事实而建立的那边的人确实是很长的寿命这是真的事实。以生佛平等，这个生佛平等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理上平等，事上不平等。这从理上讲，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但理上平等，事上也平等
因为他离世都平等，能令持名者光明寿命同佛无异。能令持名，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一称名号啊，诸位要晓得，就与佛相应，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相应呢，就是光明寿命同佛无异。我们念佛是在造因啊，往生呢就享受这个果报啊。这是我们在讲堂里面呢讲过很多遍，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因为一个真正念佛人啊，这个相应要记住。这一句名号里头啊，要有真心祈愿，就相应啊。所以名号里头没有信念是不行的。信切愿持名，这也叫做相应啊。不是真信，不是切愿呢，这个持名不相应啊。所以这个相应呢，才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啊。佛的光寿啊，我们就这个就接受到了。那么以这样殊胜的因缘，将来必定得生。往生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说过，是生着去的，啊，不是这个地方死了，那个地方去往生了，那这还是两世啊。两世就不能说同佛无异了，诸位要知道，往生是一生的事情，啊，你在往生那个时候，你并没有咽气，换一句话说，并没有死啊，你见到佛来接引你。跟着佛去了，这个福报大一点的人，临终清楚，啊，清清楚楚，他会告诉家里人：“哎，我见到佛来了，我跟佛走了。你看，这不是清清楚楚的，他是活着去的，啊，跟佛走了。”这个身体不要了，丢掉了，所以这是真正的一生成就的法门呐、啊。所以我常说，这是不死的法门呐、啊，活着走的啊。这是诸位一定要明了啊，要明了这个事实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你在一生当中圆满成佛，这个一生把我们现在都包括在其中啊，因为它不是各世啊，这是这个法门呢
无比殊胜之处在此地。啊，那么我们今天要求相应呢，就要记住真心切愿持念，要记住这个。佛此有无量光义，众生生极乐，即生十方，见阿弥陀佛，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即普利一切。这向下这个两段文很重要，很重要。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才看到这个法门的特别，啊，然后你才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啊，把其他一切统统放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生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无论你想见哪一尊佛，随心所愿呐，啊，所以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一切诸佛。诸位要晓得，这个事实佛在其他经上没说过的。所以有一些同修想来生呢，往生到斗率天呢，去亲近弥勒菩萨。这个好事情啊，生到斗率天见弥勒菩萨，你不一定能见到阿弥陀佛，不一定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啊，那么为什么不生西方见阿弥陀佛呢？啊，生西方到斗率内院很容易，见到阿弥陀佛再想见弥勒菩萨也非常容易。这要知道啊，下面这一句那更不可思议了。能自度啊，就是你自己念佛往生，这个叫能自度。即普利一切，我们的家亲眷属，不但这一生的，生生世世啊，到那个时候通通都记得了。我们这一生呢，把前生的事情都忘记了，这叫各因之谜啊，各了一世了，从前的事情都忘掉了啊。到西方世界呢，过去无量界以前的事情啊，通通都恢复了，这个记忆的能力也全部恢复了啊，生生世世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但记得清楚啊，而且过去的事情啊，你通通都能够见得到，你可以回到过去，啊，也可以进入未来，三际障碍都没有了，过去、现在、未来障碍都没有了。那么，无量劫以前的家亲眷属，你要帮助他，要度他，就很容易了。你有能力普利一切啊！现在我们帮助家亲眷属没有能力啊，所以你要是能往生了呢，
那你就有能力了。你的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具足了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啊。所以我们要是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我们才晓得这个孝顺父母要怎样来尽孝。唯有自己真正往生呢，这叫大孝啊。没有比这个更究竟、更圆满。啊，自己往生了，父母无论在哪一道，你都清楚，你都明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助他啊，因为过去有这样殊胜的预言呢。啊，这个欧耶大师后面给我们讲得很好啊，佛度生啊，众生得度，都在一个预言之上啊。过去有父子这么深的缘分，你跟他说法，他喜欢听啊，喜欢听呢就是有缘了。你给他说法说得再好，他不喜欢听，这不喜欢听啊，就是无缘了啊。所以有这样的缘呢，他就喜欢听啊，那就很容易得度啊。特别是这个法门难信易信啊，人人都能念啊，只要肯念的话，人人都能念，人人都可以在一生当中得生净土。有无量寿益，极乐人民即是一生不出。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定能够得到这一个果位啊，这是菩萨最高的果位啊。像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一样啊，最高的果位是博士啊，人人都可以得到啊，在这个一生当中决定得到。界定此生成佛，不知一生，这个一生就是第二世啊，所以这个法门没有第二世的啊。古人常说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啊，当生成就就是成佛，成就就成佛，不要等第二生啊！那么其他的法门，成个佛要三大生起集，不晓得经过多少世多少生。这不是一生当中成功的 啊。那么佛给我们讲，这个小乘出证得出果之后，要到证得四果罗汉，天上人间七次往来。那么换一句话说，天上寿命长，人间寿命是短，啊，七个生死啊，七世啊，他才能证个阿罗汉果啊。这个法门当成不要等来生啊，
这就是跟刚才跟诸位说过的，我们往生的时候是活着往生的，所以它是一世，它不是各一世啊，它没有各啊，它是一世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生证得等觉，证得妙觉，这个成佛就是妙觉位。所以我们要是真正知道这个事实，哪有不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呢？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多这个古大德，在家出家的，无论是宗门教下，当他懂得这个法门了，明了这个法门之后了，没有一个不专修专口啊，而把其他统统放下，道理就在此地。当知力却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呢？而力却阿弥陀名号，何有彻证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愿生思之，愿生思之。那么这是总结，皆归到心性，劝我们要多多的去想一想，阿弥陀佛确证无量光寿的真心本性，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真如本性无量光寿的名称，所以才说力了真心本性，那名号不存在了，名号就是这真心本性的名号啊，无量寿，这个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是阿弥陀佛，都是真如本性的名号啊，名一定有实啊，啊，有一个实体在啊，所以力了心性就没有名号了。那么力了名号呢，你怎么能去证，尤其是彻证无量光寿的真心本性？这给我们说明名实是一体，名是心性之名，心性是名之心性，它是一不是二。那么这样才真正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啊，这不念佛行吗？不念佛我们心性的无量光寿
永远在迷。啊，虽然他有无量光寿，我们得不到受用啊。哎，念一声真心本性无量光寿啊，就透一次了。啊，像这个闪光一样啊，它就闪一下了，透一次了。啊，念两声就闪两次。啊，不念了，不念这个光就没有了。所以祖师大德教给我们静念相继，这个相继就是不断的念了，不要间断了。啊，不要夹杂了，那所透出来就是精纯的光寿。啊，这个与阿弥陀佛必定感应道交。所以欧耶大师苦口婆心在此地劝导我们，愿我们要深思之，深思之。啊，就像前面他老人家教给我们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决定求生，更无疑惑。啊，维大师的前面这个四句话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可以说真的没有疑惑了。啊，我们求生的这个意愿呢，决定了。啊，决定求生，再不会疑惑了。从今而后一定是万缘放下，专修专空。啊，专修就是自己真心切愿老实念佛，这个专红啊，也是用这个劝别人。啊，人家要笑话你，哎呀，这个人呢学佛照迷了，他笑他的。决定不为他所动摇，这就对了。啊，决定不因外面环境错了念头啊。请看下面经文，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界，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包含的意思是无尽的深广。欧耶大师解释的非常好，慈名极乐世界教主成就也，世界在西方世界来看是很短的时间，这不是一个长时间。那么短短时节之中，它就有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成就。这个一正庄严不必说了，我们只说十方世界待业往生的这些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都能证得等觉菩萨的果位，这个成就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这个算是阿弥陀佛世界当中一切成就里面的第一成就啊！接引待业往生的这些人啊，帮助他们一生圆满的成佛。再看底下这一段，然法身无尘无不尘啊，法身呢谈不上啊，尘与不尘都谈不上，因为它是本来就是具足啊，它不是修得的啊，无始无终的，不应论界啊，这个什么都加不上啊，任何名词在法身上加不上，这是真心本性的本体。报身因缘果满名称啊，这个可以说成因，坚持讲修因圆了，没有欠缺了，两种执着，人我执、法我执，这两种执着都尽了，三种烦恼也断尽了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三种烦恼也断尽了，这因缘啊。果呢当然也就满了，这个叫成啊，果满呢就是我们讲圆教的佛果啊，成了佛了，再没有更高的果位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因没有缘，等觉上面还有佛果没有满啊，因上未圆，果已未满，成佛了那才叫因缘果满。所以这个成就啊，是指成佛说的啊，指成佛说的。应身为五世身名称，皆可论尽啊。所以这是说，报身跟应身呢，可以用时间来说啊，只有法身呢，不可以说。应身呢为五世身，为五世身这四个字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它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为什么不说为人呢啊，诸位要晓得，在六道里头如果说为人，其他的五道不能包括，不但呢这个物质好啊，不
不但可以包括六道众生，那人也是无嘛，动物嘛，啊，所以用个无呢，把六道里头每一道的众生呢都包括到了。不但包括六道众生，而且还包括了声闻缘觉菩萨，啊，所以这个无可以代表九法界，啊，因此他不可以说为菩萨施身，为菩萨施身，菩萨以下都没有了，啊，为人来施身，人道这个以外的也都没有了，他用个无好啊。我就是为九法界一切众生，是是示现啊，示现出生。这个自在了，所以佛生死自在啊，寿命可以随意的啊。那么这个世间众生有缘，佛呢视线的住在这个世间呢，时间就长一点。如果没有缘呢，他住的时间就可以短一点啊。换一句话说，应身佛那个寿命呢，是由众生缘上啊来说的。这个语言怎么讲法呢？众生喜不喜欢接受佛的教导？欢喜接受，这就有缘，佛住世的时间就长。作为缘尽了，缘尽了啊，怎么说法呢？佛住在这个世间呢，听话的人呢都得度了，那个没有得度的这不听话的，佛怎么讲他也不相信，这叫缘尽了啊。缘尽了啊，佛就示现灭度啊，不再住这个世间了啊。所以他的寿命呢是可以用这个数量来说的啊，这都可以用这个结束来论的。又法身因修德行，亦可论成论结。报身别无心得，应身如月映穿，亦无尘与不尘，不应论结。那么这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能够体会到所谓是云人说法无法不云，哎，他怎么说怎么听起来都有道理啊。什么叫云人呢？对于事实真相啊，圆满的了解啊，圆满的清楚。所以无论他怎么说法，都是说的事实真相
我们说都有问题啊，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对于事实真相并没有完全明白，缘故在此里。法身虽然有啊，一切众生都有，可是如果没有修得法身呢，不能现前。所以大乘经上常说，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呢。你哪一天破无明，那么就是这一天你正发生啊！啊，这也可以说成呢，也可以说时间，你是什么时候证得的呀？啊，虽然是本有，你并没有啊证的。从最前面的那个说法是从性体上来说的，这个说法呢是从你修成来讲的啊，最有啊你修显的这一天，从这个呢可以论成，可以论见。这个报身呢也是本有的啊，圆满报身，因为你见了性了，报身现出来了，没有见心，报身呢显现不出来。报身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这叫报身。无量智慧德能都是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像六祖大师所说，何其自性本来具足啊，既然是本来具足的，那也就无所谓成与不成，那本来有的嘛。应身呢，那就是佛法里常讲的所谓水月道场梦中佛寺啊，这里有个举个比喻，如月映川啊，川是水呀，水里面的月亮啊，那也无所谓成与不成了啊，为什么呢？不是真实的啊，应身呢不是真实的，报身是本有的啊，这个跟前面讲法恰恰颠倒啊，但是都是事实啊。前面从事论三身，这个地方是从理上来论三身啊，有事有理啊。再看底下，诸佛成道各有本籍，本地并不可测，且曰极乐世成之极而言，即是三身一成一切成，亦是非成非不成而论成也。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啊，于今世界了。这个世界依照玄奘大师的译本啊，玄奘大师译本呢、比罗什的本子详细，是十大戒啊，这个戒有小戒、中戒、大戒，是十大戒。那么说到十方诸佛成道，都有本，都有基。本呢，是讲他最初正果，这个是本。基是讲他应度化众生，示现出生，这是基。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在3000年前降生在印度，是属于示现出生，他不是这一生当中修行成佛的，不是的。那个什么夜读明心啊，豁然大悟，那是唱戏表演给我们看的，不是真的。《法华经》上，他老人家说出来了，他是9缘界已经成佛了，不是这意思啊。这一生呢是来表演的啊，把这个修行正果表演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啊，所以是属于实现的。这个《梵网经》上呢，他也说得更具体了，他说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示现出生已经是第8000次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本是不可思议我们没有办法去猜度的没办法那么阿弥陀佛也是如此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是本还是基呢？实在说，他在西方世界也是示现出生。要论到本呢，佛在《法华经》上说过了，这在5量劫以前呢，他跟阿弥陀佛是同学，是同参道友，是兄弟。阿弥陀这个释迦佛这个本是不可测度，阿弥陀佛岂能例外何况经上说得清清楚楚，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示现成佛现在才10劫所以这是示现出生的不是本。本哪来的涅槃呢？没有涅槃的所以阿弥陀佛将来还要入般涅槃，他是应身在西方世界是应身他老人家的愿力宏伟不可思议能够
硬化在那个地方，注视的时间那么长，这个实在是难得。我们到西方世界去修行成佛了，那一天成佛那是本，我们到西方世界是阿弥陀佛的视线呢，替我们做本呐、啊。我们将来成佛了，到他方世界去视线出生也是极啊，先把本极这两个字搞清楚。本地并不可测，啊，这是没有办法测量的啊，猜度的。且有极乐世称之极而言，啊，这里讲的就很清楚、很明白。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视现成佛，是他的极，不是他的本。啊，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是阿弥陀佛的极。啊，极是三身，成佛虽然示现的这个极，也是。一二三三个人啊，所以一尘一切尘，一是非尘非不尘。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想想前面所说的，就能够体会了。说三身呢，一尘一切尘。是从四上讲的，六祖大师在《坛经》上也这么跟我们说啊，这个三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所以讲一体三身啊，从四上说的，一是非尘非不尘。是从理上说的啊，所以从四从理上来论成啊。又佛寿无量，精进世界，这现在说法了，实证未央啊！这个未央呢，就是他说法了，还没说完呢。啊，不但没说完呢，还早得很呢。他无量寿，现在说法。才不过说十劫，后面的日子长得很呢，啊，太长太长了。我们今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将来在西方世界，可以说呢，都是元老级的，啊，人家问你几时？到极乐世界来的，阿弥陀佛成佛十界的时候我就来了。机会也难得了，所以大师在此地普劝三世众生，速求往生，同佛受命，一生成伴也。大师在此地苦口婆心劝勉我们，他老人家也是代表设方诸佛
异口同音的劝导啊，因为这个时候正好的时候，如果再早，也许我们怀疑阿弥陀佛了，到那里去是不是有真正的成就？这实际的时间呢，它的成绩我们完全看到了，看得太圆满了，早年去往生的人现在都证得等觉的果位了，这成绩我们看到了，我们真的没有怀疑了。现在不去，你还等什么时候去啊？这一生不去，诸位要知道，虽然我们种的有善根，我们晓得将来一定会去啊。为什么呢？我们阿赖耶识里已经有阿弥陀佛种子了，哪有不去的道理呢？但是一世人生在一轮回呀，不知道轮到哪去了，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才会再遇到这个法门。纵然遇到这个法门，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接受，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一悟啊，就会悟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也许到那个时候啊，看到经文呢，阿弥陀佛成佛已经百千劫了。纵然在那个时候往生，看到我们现在的同学，也会生惭愧心。同学一见面，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你的那些同学都成等觉菩萨，都已经成佛了。因为在西方世界成佛，在我们想象当中不会超过十劫啊，他世界里成就太多了嘛，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决定可以证得等觉的果位，证到这个佛果，同佛受命，一生成伴呐，对自己来讲，就是成佛正果；对别人来讲，就是弘法利生。像这个《普门品》里面所说的，我们有能力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啊。所以这个弘法的范围就不是一个大千世界了啊，不是一个佛刹两个佛刹了。为什么呢？生到西方净土啊，就等于生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那么换一句话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弘化利生的那个面呢，也就非常广大，无量无边的，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你的化土。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种功德利益，其他经论法门，其他诸佛刹土里面找不到，确确实实没有啊，唯独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要明白，要记住，要极力去争取的。又下文无数声闻菩萨皆于不处皆实皆所成就，这我刚才说过了，这个叫文里头有了。这是成佛十劫里面最大的成就，最不可思议的成就。我们读了这段文，对于求生西方这个愿才真正坚定了。为什么呢？前面虽然讲的那么多啊，我们听了很羡慕啊，没有事实让我们看到啊。佛说法常讲三转法轮，事转、劝转、做正转啊，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劝我们求生净土，这一段呢是拿出证据来为我们做证明。无数的声闻菩萨不处，就是等觉菩萨，都是实际所成就的。那么在第一节第二节去的现在都是不处菩萨了啊，五六节去的那现在都是菩萨了啊，大概在这个八九节去的现在在那边是声闻，这个是可以以此类推的啊，十劫成就啊。所以那边诸上善人呢，无量无边的，那都是最初一二劫去往生的啊，现在都证到等觉的果位了。正行十方三世往生不退者，都且易也。啊，十方世界蒙祝福的介绍、祝福的推荐，往生的人很多很多啊，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为众生介绍这个法门，推荐西方净土。十方的众生听到佛的介绍，能信能愿的通通得生，还有疑惑啊，在忧郁意志不坚定的，这都种下了缘的种子了啊。所以一切诸佛都为大家介绍啊，啊，所以往生的人都成就啊，特别容易。所以我说这一段呢，是三转法轮的作证转，啊，为我们提出真实的事实，
也是说明阿弥陀佛这个世界以来真正的成绩啊，他建立西方世界确实有成就啊。啊，我们明了了，应当发愿，应当求生。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